奥恩带骸骨渡绳就可以一直干，你知道吗？吃药直接吃啊，加移速卡他位置，不行，这杀不了了，差一下平 A， 再能 A 到一下刚才就可以杀。这干啥呢？这感谢我的爸比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闪现了是吧？行，我看见了。谢谢只抽炫赫门，只爱一个人。还有五十秒啊，最后五十秒开奖，五分之一，现在是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！先去查个眼儿的。躲一下可以干，死了，他被小兵卡位了。这波我们直接回家。谢谢紫狐的骑士小二哥，还有十秒钟啊，七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抽的人也不算很多。还有三秒，两秒，最后一秒。谢谢松紧带，谢谢呼喷了，谢谢490536，感谢怼死三次不赔钱。你搞个副屏吧，一切屏就卡，就你卡，就你事儿多，就你屁事儿多，就你卡，别人咋不卡呢？就你会卡。电脑不行，手机不行，还说别人，换一个吧你。这波兵我不要了，我的炮车，有没有老板再来一个飞机？我们今天就差一个福星挑战五星的就可以过了。福星挑战五星的就可以过了。谢谢花落谁相思。现在这个奥恩上线就得死，只要他上线了，他就必须得死，因为我有闪，他已经没闪现了。我们可以让他一个经验吃不着，一个兵补不到，从现在开始折磨他，折磨他。谢谢是三叔的荣耀皇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谢谢德沃的飞机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这荣耀皇冠是什么东西？看看这个奥恩啊，人儿呢？变淡了。我怎么又要上厕所呢？卡下这波兵他吃不了，我必须得杀他。吃
吃个小药，再吃个小药，呀，死了，没关系。我们这波兵必须不能让他吃到，一定不能让他吃到这波兵。这是一波多大的兵，一定不能让他吃到，一个兵都不让他吃。然后蓝枪推完，兵线又往我们这边推，我们继续控着，控完我们塔下就杀他。又是怎么打？就这么打，兵线推过去把人给杀了，兵线推回来我们控线。现在他14个刀4级，我们家辅助都4级，我们7级。在这控着，哎，嗯，你像这种兵线来打野他就死。我们这个控线怕什么？就怕对面的打野进到草丛里边给我们杀了，比较怕这个，其他的不怕。打个眼，别让他吃经验。还有，我已经知道对面欧文到底在哪里蹲着了。上来就半管，我这肯定不能让你吃经验，兄弟。他一下跑过来，按了一个那个，按了一个那个杀小兵的那玩意儿了啊！交闪了算了，交闪不杀。19个兵。这波应该是要推过去了，一会儿找一下千珏，让千珏过来帮我们越塔。先控着，继续控着啊！你看那铁刺边的那个范围太小了，这个范围不好杀了，算了，那队友没来拉倒吧，不送他了。这波兵只能给他吃了，我们先去吃口屎。我不知道这队友到底干啥呢啊，就怎么叫也不来，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。原本我们可以打得更轻松一点，非得给我制造难度。回家，可血战斧的。算了，直接把他杀了得了，在这等他啊。他不可能不出来，一个人他看见这么多兵，他肯定非常渴望这些兵，他肯定想吃这波兵，知道吧？他肯定得出来，但是这波他没有闪现，所以他必死。一
即使蓝枪搁那旁边都没有用。别他妈给我点了，像精神病似的，你有病是吧？哎呦我操，砍了我一波视野。哎呀，收集者，哎呦，这个收集者把我枪毙了。砍了我个视角，哎呀，这是可惜了呀，这800块钱没拿着，可惜，真是可惜。哎呦，好大！把红打了去。怎么会有人先出收集者这件装备呀？小戴，小戴，还有这维恩啥装备呀？就敢这么放肆啊，兄弟呀！啥装备呀咱呀？啊？这是八级的维恩，不至于呀、啊。赶紧拆啊！这波上波没把蓝枪杀了，其实也行，让他多攒了点赏金，1000块钱呢。这把我们先出那件装备，我们先出黑切这把，然后我补个九头蛇，再补个死亡之舞，这个样子好一点，要不然容易打不动人。去上路找着分女跟梅音的。那维恩上一波把俩技能全交了，这波我们能杀，肯定能杀，这波是必杀他俩的。在这等一下啊，嗯，为什么没人了呀？我靠，完了，蓝枪的赏金被别人拿了。哎呦，我去不去呢？支援一小波吧，这我不行，你骚我啊！这分女儿应该是没大了吧，我估计她应该是没有大，把小龙打了，来，这波我们家打小龙。你咋这么骚呢，我就没明白了，你说你骚什么玩意儿呢，兄弟，这有什么好骚的吗？骚成这个样子吗，这个逼，哎呦我天哪，
肯定得干他呀，这不干他能行吗？别打了，那打不过那蓝枪。杀俩人也打不过，他们家这蓝枪有点厉害。几条小龙，两条还好，两条还行。那奥恩玩那么长时间，玩到九级，你看你们都打不过。那奥恩都九级了，千珏八级，不知道咋玩的这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这打了，上路先清波兵啊，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打团战的时候杀波蓝枪。等一下石头人大招，为什么千珏把大摁了呀？他为啥把大摁了呀？蓝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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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750，不行了，没有吸血的蓝枪死了还行，等我们来点吸血啊。来团啊，来打团呢。打个红去啊，打得过，来上路，来去把上塔守一下。其实唯一不是唯一，其实寒冰比较明白，你知道吧？寒冰是比较明白的。好，一波线可以来这波，救一下寒冰，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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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救，这波可以救啊，这波可以打了。来把蓝枪杀了，可以。哎呦，追不上啊！先杀维恩啊，这一定得杀维恩。杀完维恩，咳血战斧打大龙来。你别变蛋了呀！没事，那一个光头他来我就杀他，没关系。你有传送吗？你要没有传送，你过来跟我们打呀！这快快快快快！我们需要援助 ，help help！ 快快快快快！我们需要援助。一会儿那谁来了？蓝枪来了！一会儿蓝枪来了，快快打，快跑！蓝枪过来把你一下给你收了，我跟你说，让你在那打戏。先来个锁着甲吧。他们家光头上哪去了？光头好像掉线了。好人有好报啊，直接打他。
我上不去呀，别犹豫啊，刚才直接打他呀。哎呦我操你个妈了，700-1000啊，这波不该上，我压根儿没想到他一枪能打我700，我压根儿我就没想到他能一枪打我700，所以我上去寻思可血战斧一手咱还能回来，你能想到他一枪能打你700吗？你想不到吧，我没想到啊，我没想到，这是推中石头人，别犹豫啊就行，没事，别犹豫啊，推没事，对面回家了，没关系，扫一波啊，我们家有石头人有猴，那蓝枪根本就活不下来，没事儿。石头人一个大，分卷一个大，哎可以打，别着急上啊，这波先别着急放大，好，就杀这蓝枪，这千珏是对面的，推吧，他们家光头掉线了，啊，这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啊，哦！他死不死其实是无所谓的，你知道吧？他现在没明白一个点，就是他死不死其实是无所谓的，但是蓝枪要是跟他换，那指定是他合适。他没明白这个意思，你们别抢他印记呀，啊！别把他印记给抢了的，2300，上路收波兵吧，打个戏。晚上对面要小龙龙魂了啊，这个龙魂不能给。2分钟以后，这是一场血战，一定得先把对面给打团灭了。我一共2300滴血，他一枪打我700，哎，当然也是他运气好，你知道吧？暴击了。那收集者带暴击的，一共20%的暴击概率，啪给我爆了，老没逼了，这是。把红打了。这个伤害属于正常现象，我们玩那种电刑猴也这伤害一样的，三件套还不秒点人了，这干嘛呢，这是和铁战斧，没关系，我上了，吸点血。和铁战斧，投降了，没到下一个小龙，结束了。我也给你们来一把秒人儿。